他正所以自度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不要认为哎呀，我舍己为人，那我不是吃了亏了吗？你要不吃亏，就搞六道轮回，绝对不吃亏。你要不想再搞六道轮回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佛，这个地方的亏呀是要吃的。不肯吃亏的人呢，就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账啊，好好去算算看，你看看这个亏吃的好不好？吃亏的真占便宜了。你出了三界去做佛做菩萨了，不肯吃亏，斤斤计较啊，那个轮回是无有穷尽的。真的是苦海无边呐！人为什么会堕落在这？就是不肯吃亏呀！其实哪有什么亏可吃啊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三心不可得。能吃亏的我没有啊，三心不可得。外面一切境缘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看，内里面我，外里面我所，俱不可得。那个吃亏，亏在哪里呀？我这一问呢，如果你能够像慧可一样回光返照，密亏了不可得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开悟了。前面讲过禅宗这个二祖求大摩给他安心啊，大摩说心拿来我替你安，密心了不可得。你说你吃亏了，我问你那个亏拿来，拿来我看看亏在哪里？亏也了不可得，妄想而已啊，成天在打妄想所以帮助别人呢，真的是帮助自己不为自己，帮助别人，你看自己往生成菩萨成佛了，岂不是真的帮助自己啊？帮助自己永脱轮回，往生不退成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